是公主保卫战呐、啊，都有一位公主，公主团团什么公主啊？公主团团，公主团团。敌对的目标就是想办法把那公主的衣服给扒掉，然后去哇，先扒掉衣服就好了。这游戏好像不错玩、啊，跟十八禁游戏啊，恐怖哦，多么的可怕啊！不行，这太写实了。我觉得可以。糖糖公主怎么死了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团团公主。所以他的公主应该也是随机的。你看，原本是允月，现在从队长变公主了。出来，嗯，有啊，刚刚团团身上有很多很多字，来回拉都没有用。嗯、对啊，没用到。所以。等一下，就连那个吧，连换子都禁止。子我们越变越多，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不能用了。禁止选角，然后加油，禁止拿元素，只能用纸张碗吧。天哪！到最后只能拿弓箭射。最后只能用弓了吗？回所以怪物的弓用是肉盾吗？等一下，所以我们怎么不去打 PVP 就好了。没办法，这其实很多大部分都是原作的问题啊。对啊，因为上次我玩就有一些很多小细节怪怪的。嗯，然后他更新汉化也努力的 debug， 但是还是很多抵不掉、啊，还是有问题啊。可能太对，这 bug 太大只了。对，对啊、至少这些背影背就还可以啦、啊嗯，还可以稍微。刚刚我们只也是很奇怪，我们只感觉好像有队长。嗯，我们有，我们也是要找，我们有。我们就是一拳最后的第五阶他按了他就 OK， 然后第六阶他说按了怎么都没反应嗯、然后队长还会换的时候按就可以，就原来一切只是他身上纸不够。第一次按我有三组，第二次我才两组哎、欸。然后他还一直把纸丢给别人说你们试试看。对啊，他就是丢给你们试试看，我不是队长，我不是队长，然后最后是他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。然后他想打电话给对面说你妈有纸。我们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他那个太神秘了。所以纸可能有个队长。对啊，所以最后一波其实都还 OK。最后一波是你们害他断线的吗？太那个，就那个线太多了，太多条，多条到那个了。哎呀！可是你们按投降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按了，分数怎么过得了啊？哦，分数正常应该一万就会结束，没有？对啊，他一万没结束，是我们按投降的。嗯，因为我们刚刚也你们也放一堆，我们陷入危机就没注意到。嗯，第一场也是啊，哇，就最后搏一下了，就全放了。那我还想说，哇，是不是他们转移过来？不对啊，那边还有过来，那我们不能转，先转就去。好久没有取名字。刚刚有讲到，感觉那个转移应该有先按的就完蛋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對啊，可以修改成有 CD 性的。好像我们刚刚有取名字，你们没取，所以我们知道那个不是你们的。我们没团团加油啊、哦！根本没心力取，好不好？没有心力取、啊，没时间取啊！对啊，对不起，团团、啊、公主好赞，好可爱。但是还是被灭了。来来来，再抽啊！一样配合顺序吗？位置要放一下才会比较混乱。嗯。那由下往上啊，团团公主先。哈，公主，这样说你等一下就不会是公主了嘛？让你先选、嗯、绿色的，绿色的都不用担心喽。为什么？有一个公主在了，太绿了，跟杰克尔。去绿的，去绿的，去绿的。紫色。哈。我不玩了，太轻的吗？都是绿的，哈基你好绿哦，你好绿哦，好绿哦，绿色本命耶。哈基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事情是没办法改变的。当你不、啊、没办法改变，你就要学会接受，你要接纳它，你要接纳它。除非我们的颜色改成红色，你就有机会了。嗯，哦，有道理。我快下楼，赶快逃跑。好，这霸凌啊！哈基乖，哈基比较难过，快走喽！哎呦，我们这边有允月，大家说不定可以不用担心啊！哎，这装备都不要放我身上哦！公怪物公司公主保卫战，来来来来，
才子。Hello， 泽平怎么又有你啊？我可能是因为觉得我才会才子。啊，我们有那个才子的奴隶。嗯，才子奴隶。嗯，哎呦，哇，繁星直接就过去拿风了，厉害厉害。要几个啊？两组半，好像是五个人就两组半，32个吧，一个人32个。哎，那个那个扔中间，只扔中间。OK， 好，三阶三阶了。这边你直接丢给我，递过去就好。啊，好好好，好，我丢给你啊。第四阶卡住了，第四阶怪怪的哦，不是我哦。啊，没有五阶了，五阶了。哎，有第四阶可以，第四阶上去，第四阶上去了。扣的是不是怪怪的？要第五阶，第五阶了，第五阶了，五阶了。所以是谁？再来要一二八的样子，要不要多？一二八，好。我那里中间掉一组一组了。你不要，你不要 Q， 现在都不用 Q， 我有了，我有了。哦，好好。所以反过来说不定是别人身上，每个人都有一二八。好，好，一二八。他们升六了，我们说不定也可以。不行，还是是繁星。我有一二八了。泽平，赶快，泽平多踩一点。升了。耶，不需要了，丢掉。好，那我再升元素哦。好，繁星那个箱子有纸。空气已经四阶了。好，纸质给你们。火也四阶了。最右边，繁星最右边的村民。哦，刚刚都是云月换的。对对，最右边的，最左边的。然后我现在拿火，全部都四阶了吗？好像都四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刚刚升水跟地四了。然后风一开始就四了。好像风有四吗？我记得四了啊。哦，感谢酷酷，啊、感谢仔仔。仔仔知道风是四吗？火是风四，都四了，都四了。然后我一直拿到火元素啊。需要大量呼吸。火是那个武器跟某一件防具。嗯，我就先换武器。我的鞋子，我需要鞋子。然后，鞋子先每个人一人一双。对，加速好，加速。尤其是拿元素的。嗯，我先去买一些食物给大家。OK， 好，感谢公主。先喊到你身上，看一下洗头粉有没有。要给你。哦，对，好，感谢，感谢。等一下，真的就是你啊，是难意料啊。好不好？是我。啊，那就泽平公主喽。那泽平，先看我这边凯四个。好，我这边凯四个。好。有鞋子就可以踩四个。OK， 捂住，纸放中间。喂，他们感觉在做各种的交易。对啊，一把。啊，这个放交易都好麻烦哦，因为他要的素材比较多啊。嗯，一种的还好啦。喂，喂。中间五把剑都有了，好，一把自己呢？拿剑，拿剑。嗯嗯，很多。我是用火焰剑，用火焰剑。然后刚刚腾腾他们好像是用那个武士刀加斧头。嗯，哦，是哦，我都用剑的，因为觉得剑就蛮好用的。来来来，换，快点！土的才差32个，土元素有了，有人在踩。嗯，还有吗 ？OK， 这32个，啊，箱子里有衣服。好，水的换了吗？还没，还缺。那我换裤子跟头盔。你要不要给我换？头盔我换。啊，水的可以多拿，我们就有更多跳跳了。嗯，还有人还没拿武器哦。跳跳很可怕。
都很难。有，我们这几场都是跳跳战打。帽子好了，都在箱子里。好 ，good 的。有武器，还有一把没拿。衣服，我还没拿。衣服也都好了。好。剩裤子，裤子。还有盾牌。有，箱子里面有啊。裤子是要火，我去猜，火要两组，好，好，我跟你讲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互拿互拿。没有，因为我要卡进，我要吃药。哦，好，是不是都在我身上啊？我拿到风也拿到火的，方便集资，方便集资，就统一都丢在你身上。当工具，说不定你就是公主啊。紫满，我就上层了。好，紫满了，我去换，我去换。啊，我要去楼下拿水。好，你可以叫水走上来。水走上来。呵呵呵。换术师，借礼物。哎，换个石子。哦，这里有两组的火了。好，好，我直接拿去换了。OK， 纸张不太够，四件就好了，我有了。好，纸张不太够，纸张不太够，四件丢进去了。好，跳跳也可以开始换喽。好，火力跳跳。一，烈焰神钢，你们觉得如何？没什么做事，最强就真的是跳跳了。他不是都一直挤在旁边吗？因为烈焰神主要还是就是远程啊，而且还会烧到自己队友。裤子我放箱子喽。好，好，我继续换，我一到四。感觉跳跳好像没有一个能够克制的方法哦，拿盾也没用啊，穿盾，对啊，然后又反、又反弹，很爽，而且又不好打到他，他一直跳来跳去，嗯，然后又会嘲讽。那个拿水元素要不要先放过来了？对哦，啊，我直接换吧，我换，我没有换，我换，我刚刚都换了。哦，好，我巧克力是一个空跟火。你是一个一个点吗？什么一个？我知道他可以一口气拿，怎么拿？就是你先拿着一个，然后 shift， 然后对着另外一组按两下左键。哦 ，shift。对。那我们一次有没有一次放啊？有，就从身上一样一样。哦。哇塞！交易呢有没有更快的？对那个东西按两下。我也知道。一组。那有没有可以直接传到他别人身上的方法？顺便买有没有？就是那个打那个 ban 然后折屏就可以了。真的吗？不是吧？直接 ban 骷髅，没念的。骷髅火要换什么？啊，打 K tap 啊。哎，对，打 K tap 就好了哦。哇，方便。你们风跟火要换什么？风火就是那个烈焰。烈焰什么？不然你就是换别的。繁星记得去拿裤子哦，火不够了，风太多了。我可以放了，我可以放了。好，趁他们都还没放，我们先抢先放。好，那个音乐要帮我放一些跳跳。好，我放另外一边。我放跳跳 ，OK。起来跳起来，放！胜利之歌，公主在哪里？啊，他们放了，他们跟我们一起放，你们小心哦。他们放了，好，记得打，记得打哦。好，好了，哎，如果快没血就跑，我们会去帮你清。嗯，拉打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哎，他们有很多跳跳哦。这个拿斧头的人，味道是，这是味道是啊。
哎、欸，有人有死，有人死，有人死，团团死了，五百还不够，五百还不够，小心哦，前面有那个跳跳，不过数量比我们少啊。